华美银行以及洛杉矶湖人队宣布将会携手致力绿化社区。本季推出了三一植树的环境保育的活动。本球季自明日10月28日开始到2015年的3月19日结束。在这个期间，只要湖人球员在湖人队主场每成功的投进一颗三分球，华美银行就会赞助并由非营利机构 Tree People 基金会在洛杉矶地区种植一棵树。种植树木的总数将会依据整个主球季的三分球所累积的数目。湖人球迷可以随时上网至 www.lakers.com/treesfor3，关注三分球的最新累积。